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什么呢？就是个阳台的传统灯，把它改成 LED 灯，要装在这里 LED 灯管。现在我们已经把旧的拆起来了 ，OK， 现在就来安装了。哦、，Let's go， 架好梯子，然后这支灯管也买好了 ，LED 灯哦。然后呢，这一支多少钱呢？才199哦，真便宜，自己 DIY 哦，20瓦。省电又亮 ，OK， 开始来安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做这个了，把这个剪掉。这个是到这里，这样 ，OK， 然后这里。刀子，那个刀子，好，好，好，切开。然后好，要粘起来，那接线，接线用。变的，叮，这样就不会了哦。电怕被电，就这样，这样就不会被电了。这样 ，OK。嗯，然后就来缠线，这样。旧的这个电线拔掉，以免接触不良。然后刮一刮，那个黑的，黑的，嘿嘿嘿嘿，拿走哈。
开开，我已经接好了，开。开，好。哎耶 ，good， 成功了，哦，亮了哈，哦。好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就可以包起来了。测试成功。很好，注意，再看一次。测试成功，那我们就是要安装在这个地方了。下面那个在哪？哪一个？我要锁铁片的。哎，然后电钻。不是，它是公的，对，拿着，就是这一种，公的头，拿着，就是摆着。盖子塞好，塞好，塞好，这里就塞好。转动电钻，然后来。头上你要用哪一只？钻头，我有拿出来吗？哎，就地上那只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这里也要移过去。这样看一下有没有水平平行，不后悔了，再进去一点，好，走，嗯。
变形。好了。开。好，以上就是阳台的 LED 灯换装完成。好，这样子，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开灯，这里亮了，成功。关灯，开灯，关灯，耶，赞了。好，那眼前这些呢，就传统的圆灯啊，阳台灯呢就废弃不用了，哦，全部回收了。OK， 今天装了两三盏灯，哦，都顺利完成了。OK， 今天这个装灯 LED 灯的分享就到此啦。OK， 以上分享，拜拜。好，今天的晒衣场改善工程完成。这边全部把原来的是晒衣架都生锈断了，然后换上这个生锈的螺丝，换成不锈钢螺丝了，全部大改造换新，只有竹竿是旧的。哦，这样，这边也是，哦，然后那边也是三根。固定，然后这边增加了一个晒袜子的、晒轻衣服的小东西的这个，这样它就应该够用了，堪用、好用。然后这整个采光罩、不锈钢采光罩和铁窗全部我都擦干净了。哦 ，OK， 今天早上就完成这个工程了，还有饮水机确认 OK 了。没问题了，太棒了，收工，拜拜。